美美同学，王先生的 battle 赛正常吗？今天体温比较高，37.8度。学姐说，医生除了担心白血球低下之外，也担心波A感染，因为他的中心静脉导管之前也有发生少许渗溢的情形。了解。那么你预期若有怀疑中心静脉导管的感染，要如何处理呢？我看过移除 CVP 静脉导管的病人，所以我想对王先生处理方法可以立即移除导管，并且做导管尖端细菌培养。你认为该如何确认是否感染就是来自于中心静脉导管呢？可以先评估伤口，看看伤口的情况。很好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估方式。还有呢？可以继续观察体温的变化。